撒网，他们照样办了，网了许多鱼，网先生，
波兰，他们对招呼别团，别军团上的同伴来协助他们，他们来到装满了两军团，女军团也几乎炸成了。西满摩托路一间就是就跪伏在耶稣脚前，主，请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西满和他的同他一起的人，因着他们所捕的鱼，都惊骇起来。他的伙伴及该伯伯的儿子雅各和若望也一样的敬拜。耶稣对西满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做仆人的渔夫。”他们把船划到岸边，就舍弃一切来跟随他。主教，我们要呼应你，就是诸圣圣友的那一天，呼应全教区一起来为了蒲团而努力。所以我们今天也借这个场地跟呼应大家一起跟主教一起划到圣处去捕鱼。现在请在场的主教所有神父上来，我们唱一首渔人吞渔人的夫妇。你曾经说去那海边，因为需求不会保持知识，
我是雅各伯。好，再一次给台上的这四大金刚，福传的四大金刚掌声。谢谢。报告指教，你的神父都是多才多艺啊，甚至于是鬼才，像那个什么，像我们的潘神父也会做花灯，他也会浮船，刚刚默剧演得很好，歌声更棒，真的，再一次谢谢他们。好，现在请继续看一段。